gold medalist from China, Xi Ziyong。其实孤独求败，我觉得挺难的，因为你想做到这一点，其实在背后的一个训练要付出很多很多很多，不是大家看到我他上去举一下就完事了，好像无敌一样的。其实背后我们正在付出很多，我们整个中国举重国家队，投入是很大很大的。你像我们8个重点队员，基本上每个重点队员有一个半队医在跟着，加一个助教。加个总教练，就是我们一个重点队员边上要基本上跟着4个保障人员，这是一个国家对我们举重队的中国举重队的一个巨大的一个投入，所以我们才能够有这么好的成绩。